台北今年12岁的邓品彦。今天来的身份有点不一样，对，不一样。以前出现呢，在红人榜的台上他是选手，嗯，今天哦他是歌手了，歌手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算是。你的第一首单曲，哎。听说这一次呢，录这一个单曲给了你，帮你解锁了人生当中很多的第一次。嗯，对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就是我第一次进录音室，哎，对，就是很多瑕疵都凸显出来，对，但是老师有鼓励我，就是说不用气馁。Okay. 那老师有给你什么样的方式吗？他教我一些像是共鸣。对，我听说你是录了2天才把歌录好，是？有什么状态不太好是不是？因为第一次还是不习惯，就是第一次进录音室，对，所以第二次就有调整回来，对，就比较好一点。当你紧张的时候，老师有没有给你什么方法？他就叫我全身放松，然后就把窗帘那个关起来，然后就把窗帘关起来，对，投入在自己的世界中。有效吧这个方法？有有有。光镜透进红红